好，很快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，但我鼓励你，请帮我们来按一个赞，然后呢，帮我们订阅我们这个频道，还有呢，把它分享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积极财宝在天上，把这么好的影片分享给别人，让他知道上帝无条件待，让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工作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想要收到我们这个频道最新影片的通知，请打开小铃铛。打开小铃铛呢，我们最新影片你马上就会知道喽。愿上帝祝福你。会很快开始今天讲到。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这么幸福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主要为你已经做成的这个奇妙工作向你献上感谢。2000年前你为我们成就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主啊，你为我们成就这个何等伟大的救赎工作。主啊，我的罪，我的定罪，我的诅咒，我的疾病，我的死亡都归在十字架上了。幕后我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，连死亡都被胜过。主要人生充满盼望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等候那更美好的家乡。主要如同我们等一下要读到的信心的伟人们，主要让我们知道，是的，我们在这世上过得好，为了传福音，为了耶稣的缘故。主要但是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。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在直播点的，在现场的，在未来网络上的弟兄姐妹，你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这个何等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工作。主要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讲道，得着属于我们的 Rhema，如同彼得一样得到那句话，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。主啊，试着给我们倾听的跟倾听的心，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谢谢你已经分别我像孩子口跟孩子的心，祝福这里每一位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到第一个经文，希伯来书11:6，请念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，我们都一直在念到，因为这就是他的所结，就是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经文。这整个11里面的各个信心英雄，他们都做了这件事。第一，他们有信神，他们相信神，所以神喜悦他。你有没有相信神？只要信耶稣的人，神就喜悦你，因为天父是透过耶稣看你的，所以你就天父就觉得你好可爱。我们本来是有罪的，我们现在人就有原罪，我们有罪性。好，但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所以天父透过耶稣看我们，我们就非常的可爱、宝贝、美好。这感觉像什么？就很像是，我们讲过嘛，如果你穿了，你知道圣经上用穿戴耶稣、披戴耶稣这个词，你穿上一件你最漂亮、你最合身、最帅、最美的衣服，为你量身定做打造的衣服，是不是可以遮住你所有的缺点，然后凸显你所有优点？假设你觉得你的手臂有点粗，但是你的腿很漂亮，那你可能就会请他衣服做成怎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耶稣遮盖了你所有的罪，凸显了你的优点。男生没 feel 对不对？男生怎么穿正式嘛的西装，顶多是燕尾服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呢，钢铁侠的钢铁人的衣服，你管你男生女生穿上，你就充满了力量能力，而且很帅，对不对？就算里面穿的是一个80岁的东尼史塔克，钢铁人的名字，就算他80岁穿这个，他还是很帅很强，充满力量，还是很帅啊，对不对？最好是我也可以穿啊。好，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穿戴耶稣就是这样，靠着那加给力量，你凡事都能做。你穿到钢铁服里面，你是不是可以连上那个贾维斯那个系统，就是里面讲话，然后可以查全球的资料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发射各种雷射啊，然后飞弹啊，然后有各种力量，对不对？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这样啊，你在钢铁衣里面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靠着那加给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那你从钢铁衣出来会怎么样 ？Take that off. What are you? Genius, billionaire, playboy, philanthropist.人家还是亿万富翁、花花公子跟天才啊！我说那是钢铁人，好，扯远。可是呢，首先你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懂我意思吗？你既然信耶稣了，神就是这样看你啊。所以，那你这样子，既然神看你这么可爱，所以各样的福分就要临在你身上啊，懂了吗？因为你是义人嘛，义人就是在法庭上那个判罪的一个词，就是这个人有罪或无罪，有罪是罪人，没有罪是义人。而且法庭只是代表没有罪，还有另外一块是要得奖赏，因为其实那个字一直以来都一样，贝玛这个宝座这个词，同时是审判也是奖赏的地方。我们的法庭不会法官说你无罪，
再送你一栋房子，那我就用代起。对，可是他们那个是有奖赏加审判，懂吗？在基督里，因为耶稣有背负那些审判，所以罪都被遮盖了，所以你就差奖赏的部分了。那奖赏就耶稣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这样讲有点怪怪，但意思就是每一个人信耶稣，你都可以无条件的因信称义而得救，可是你的行为，你所做的各样事跟奖赏有关，懂吗？但是不是因为神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的罪，所以你就不用认罪，你还是要认罪，你要 metanoia 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你要越来越像耶稣。可是就算 你还是偶尔软弱犯罪，神还是赦免你，神已经老早赦免你了。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犯罪通行证，你没有一个犯罪通行证，不要犯罪，但是神已经赦免这一切的罪，所以不要恃宠而骄，不要因为我们在恩宠教会所以恃宠然后而骄，骄骄傲的骄，但是我们又恃宠而教导的教，所以我们恃宠而骄是教导的教。你们的表情想，牧师你为什么一直讲同音字，好无聊。好，对不起，好，我尽量好啦。就这样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神已经喜悦你。好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问题是很多人在这个分号以前都相信啊，哦，很多人只有信然后还不确定神喜悦他啦，对。但是其实信神就喜悦你，再来后面是你信他喜悦你，你确定他会赏赐你吗？你很多人就不知道啦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不确定了，对吧？他就啊，我要做得好才会被赏赐啊。再加上我们的十一章开始要讲，哎，我们讲了那么多信心英雄，他们都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，所以神赏赐他。这是你印象中可能会这样觉得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来，我们看看一下我们的亚伯拉罕哦，他是行为好才称义的吗？他因为相信称义，可是他因为相信被称义之后，他的行为越来越好。他献以撒这件事，你知道神呼召他。神说他因信称义，那个时候他才几岁，七十几岁，他一百岁才生出儿子。就算你儿子五岁献，假设神跟他讲的时候是七十五岁，他儿子五岁，他一百零五岁的时候，就是他三十年后才献以撒，最少最少哦。犹太人有一个说法是以撒那个时候不是五岁，是四十岁，有这个说法，因为那个字用的那个童子，我们中文翻童子那个字其实也是 健壮的人或什么。好，所以呢如果是四十岁，那就是哇七十年后了，就是他真的因信称义之后才有献以撒这件事。所以啊，其实是神拣选了你。要知道你的恩典，你的约比亚伯拉罕之约还大，因为你的约是十字架成就的约，亚伯拉罕之约已经超荣耀了。亚伯罗罕那个时代也在恩典里，但是他没有耶稣的十字架，因为还没有成就。我们有耶稣的十字架，那亚伯罗罕你知道吗？亚伯罗罕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被称作先知的人。首次提职原则，神称他为先知。那时候他在干嘛你知道吗？是祷告吗？敬拜吗？奉献吗？服事吗？开教会吗？拓荒吗？宣教吗？没有，他在做生意，卖老婆，不是老婆饼，是老婆。好了，懂了。有人会问，老板你骗人啊，我吃你老婆饼也没老婆啊，诶，那太阳饼是有太阳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吃老婆饼跟有没有老婆是两件事。好，你只可以有一个老婆，可是你可以有很多个老婆饼。冷掉了，好，对不起。好，有没有老公饼？好了， 这不重要。好，我想说买一个给我老婆吃。好了，这不重点。好， OK， 我们回来。他那个时候他只是因为害怕，所以就跟人家谎称莎拉是他妹妹，对不对？其实技术上也是，他真的算是他妹妹，对。但是呢，其实他是因为害怕，对不对？然后怕，因为他老婆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果然他有两个，前后有两个外邦王，就因为莎拉美貌就把他带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时候莎拉几岁？一次大概六十几岁，一次快要九十，一次快要九十岁，八十几岁跟六十几岁。莎拉的美丽绝对。她当然里面也很美丽，可是她那些外邦王绝对不是看她里面的美丽哦，是看她外表美丽。所以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可以是撒拉的儿子、撒拉的女儿，你可以健康强壮。我们教会有那种，比如说她法定年龄七十岁，你以为她五十岁的人，真的啊，你一定不晓得是谁，因为你就看不出来啊，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你本来就应该活在这里头，这是新约的一个美好应许里头。
就本来就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问题就是我们回到这个点，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亚伯拉罕被称为先知的时候，他正在犯罪，他卖他老婆啊，就算不叫卖老婆，老婆被抢走，他说谎，他骗那些国家，让那个国家法老他们不能生育啊，什么法老的人不能生育啊，那个国家 差点被神，还有亚比米勒啊被惩罚，对不对？神却称他为先知。然后这件事之后是亚伯拉罕得到好处，亚伯拉罕之约是这样，更何况你呢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，你是不是相信神赏赐你？无关乎你的行为，不是靠你的行为好，否则靠你的行为好就是恩典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所以我们尽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，我们只管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连续，就可以蒙恩惠，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问题就是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啊，上帝，那所以我要指定，我觉得说你要祝福我，我今年就可以拿到多少钱，一定要我的房子就一定要卖什么价钱，我的什么一定要怎样，哎，这就有点超出，神一定会赏赐你，可是他有主权用什么来赏赐你，但是他绝对是要赏赐你健康强壮够用有余，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更何况是你。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没有一朵花荣耀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你，你穿的可能没有所罗门那么荣耀，但是天父对你的爱极大，因为你有耶稣。所以你尽管有人会说你们那个如果耶稣那么厉害啊，你们去跟街友传福音，那他们就不用当街友了。如果街友都信耶稣，他真的可以不用当街友，真的，神真的会介入会改变。但如果有些街友是自己选择想当的啦，也有，对不对？不过这种天气也为街友祷告蛮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神真的对你有美好的计划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面前，人有信就能够到神面前得神喜悦，而且你要相信他赏赐你。可是我们却不指定神一定要怎么赏赐我，你不能指着说我就是要跟他交往，主啊我相信你喜悦我，你要赏赐他给我。问题是人家不想跟你交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可以跟神说，主啊我想要一个怎样的，你可以跟神定做，主耶稣我想要怎样一个配偶，我要什么什么，你还可以把它写下来。像牧师在他35岁的时候结婚，但每一年当然是跟我，对，不要怀疑，对，你想说你刚才讲说好，我那时候26岁，现在牧师35岁，然后呢他每一年他都多加了，比如说他34岁他就写说他老公要有了34个条件，他35岁就写他老公有了35个条件，充满信心，越加越多。还好他不是100岁结婚，不然我怎么活。好了，他写的每一条都完全成就了，他会写到脸上不可以有痘痘，我真的脸上没有痘痘。他有写到什么什么家庭背景什么，全部都写。我想说你干嘛不写亿万富翁直接，然后会，其实会啦，有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 你知道上帝是这样，问你是你心里面是不是无条件的让他面前相信他想治你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很多的例子咯。好，11章12节，请念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11章12节前面在讲谁？这应该念出来有 feel 吧，对不对？在讲亚伯拉罕。十一节其实前面有讲撒拉，然后亚伯拉罕，他们夫妻嘛。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因为亚伯拉罕是100岁才生出应许之子的。哎，那真的是仿佛已死的人啊！而且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，却恢复了，所以你可以恢复。我不是说只有月经，我是说全方位你可以恢复。神可以使你生，跟你不一定想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比较年长的姐妹想的话，你跟神求啊，神可以介入啊，生育也在他神的手中啊，神是医治的神，你要跟他讲啊。OK， 可是你来看一个地方啊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你亚伯拉罕有看到这么多吗？其实没有哦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约瑟生很多个。好，他看到哪里而已？我相信他看过雅各。雅各后面那几个他就不一定看过。其实可以去查，你把时间表弄出来。可是再怎样，因为那个时候从那个他们进入埃及嘛，70几个人，他们大概70几个人进到埃及。约瑟接他们过来嘛，70几个，就算亚伯拉罕通通看过，
在加亚伯兰那边的，也没有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啊。可是神应许他了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其实有一些应许是最后、最后才会成就的。啊，你这样讲，所以该不会我要到天家才会有老公吧？去天家你就不用老公，我们回天堂，每一个人这边的男生跟女生，你都一起嫁给耶稣了，因为整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新娘的心腹，但是也是心腹大将的心腹。好，对啊，我是耶稣的心腹，对，感谢主，贴着他的心。现在懂为什么约翰要在耶稣的怀里吗？心腹啊，对不对？约翰是他的心腹大将。你不要再讲同音笑话了吧，牧师，我就喜欢怎样。好了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，确实有一些应许是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就。可是上帝不会跟你玩文字游戏，不用担心。但是真的有这种，懂我意思吗？上帝，所以你是说医治就是到天堂就会完全好了？是的，天堂绝对会完全好，可是地上也要有医治啊，不然嘞，还有财务丰盛，在天堂就很有钱。我要天堂很有钱要干嘛？我的地板是那个黄金街碧玉城，那我要钱干嘛？我缺钱就地板敲一敲拿去，是不是？听过一个笑话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财主，他是基督徒，他这一生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呢，他到天堂的时候门口，然后呢，天使就说：“哎，你要进去了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感谢主。”他就拖着一东堆东西要进去。天使说：“不行哦，不能带行李哦，对，我们不能手提行李哦，也没有托运哦。”好，好想出国。好，然后他就过来里面祷告，主耶稣啊什么，然后主耶稣走过来啊，特准他好。然后呢，他就拿着走进去。然后边走的时候，两个天使在讨论：“这个人好奇怪哦，因为那个富翁把他所有的钱都换成黄金带到天上。”然后那两个天使说：“哪有人那么努力带比较劣质的地砖来天堂的，你懂吗？你这一生努力能够换到的黄金也不过999纯金，在天堂是999.9999，再加上那个缺的0.001，就是全部纯金的，你带去的是劣质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神说叫你积财宝在天上，不是叫你带黄金去天堂，是你现在为神做这一切的功，积财宝在天上那才是有意义的啊。那天上要财宝要干嘛？哎，你知不知道天堂有天堂的国民，然后也有天堂做王的人，所以既然有王也有国民，中间就有天国的大臣、天国的村长、乡长、里长、领长，对啊，青鸭长没有啊？不是，就 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青鸭长啊，好了，你懂我意思，就是说你要积宝在天上是未来跟永恒里面你的位置、你的奖赏有关的，真的哦。啊，得救就是白白无条件的恩典。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哦。好，11章13节，请念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OK， 好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好，可是来，我们来看看。亚伯拉罕没有得着全部所应许的，因为他确实没有看见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但你说没有吗？他们又是云彩般的见证人，现在看到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。你知道现在有地球有23亿的基督徒，历世历代以来几百亿，是不是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？是啊，他现在还是看得到，可是他在天堂现在看得到啊，云彩般的见证。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在这世上实现的，是真的啊。牧师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早早就不信了啊？你懂吗？可是我们来看，亚伯拉罕没有完全一切都成就，可是他成就了多少？他祷告的那个儿子是不是生出来了？他是不是还是非常有钱、非常健康？100岁还可以生小孩，不健康吗？男人们，你行吗？主耶稣祝福大家都行都行都行。我是说身体健康，不要想太多，但那当然包含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诶，90岁可以生小孩耶，你19岁都怕生小孩，90岁生小孩，对不对？90岁可以生小孩是不是很健康？而且月经可以重新恢复，对不对？而且种种啦，对不对？你去想，那真的是很荣耀的事情。所以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健康？好，他们是不是很丰盛？
亚伯拉罕打仗，而且那还比较前期的时候哦，他可以马上调318个家丁去打仗哦。那他家有几个仆人？好了，假设男女比例318乘以2，也600多个仆人。他找的是，他不是找那个老 Coco 只能够算账的，是可以精壮的家丁318、哦，所以搞不好318是精壮，搞不好有500个男的，那可能就有500个女的啊。他可能有1000个仆人呢，1000个仆人要多少钱？你算一下，一个月给他月薪30000块，1000个仆人就要3000万呢，月薪哎，仆人呢不是员工哦，仆人跟员工又不一样哦，还有雇工又是另外算哦，那个是在家他里面立刻调得到的哦，他马上出去打仗就带318个人就去了耶，是他最亲的家臣，你知道有分有一些像比如说日本战国时代有家臣。是本来就一直跟他待在那个城堡里面的，可是还有外面聘来的那种浪人或什么那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啊，他在世上就这么丰盛啊，所以你不用以为说好，所以我读过这希伯来书说没有得到所应许，所以哈、我的配偶就是耶稣了，只剩耶稣。什么叫只剩耶稣？耶稣就是全部，好不好？可是不会只是这样，很多人就觉得啊，所以我知道耶稣的心意就是医治，所以我到天堂就得医治。也没错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是会老，但是可以老得很健康。可是那个老不是，就是好像越来越虚。你可以，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些神所祝福，事实上是好，眼睛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然后就要走的时候是一口气推出来，然后就回天家。所以并不是越来，人家是生老病死，你是生老死。可是你可以老得很健康，老得很年轻，老得很强壮。而且充满了智慧，所以你可以80岁像50岁，可是你不会80岁像15岁，有点恶心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求47折吗？我们有圣经经文，对不对？我们宣告，对不对？47折就是大家知道47折吗？加勒85岁像40岁一样，他不是85岁像14岁一样，40岁是很荣耀的，又强壮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可以求这是47折，你就跟神要啊。不要要太多、哦、不然等下 你变未成年，你老公犯罪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都有算一下，老婆你求这个会不会抓去关？没有，还好。如果我老婆是6折的话，她已经有了，所以她现在真的就是6折的样子，31岁。但是呢，她说她要47折，虽然她才20几岁，还好我是安全的，不然等下就被抓走。好 ，OK， 这些人就是存着信心死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，不是全面得着，但是光在地上神应许他的就已经这么丰盛了。我跟你说啦，就算给你一个天作之合，不是媒妁之言，没什么了解，是天作之合最好的配偶，他仍旧不完美。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？你想找一个人陪你度过这一生的风风雨雨，却没想到大部分的风雨都是从他来的。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？你想找一个人陪你走过这一生的风风雨雨，想说一个人不会孤单，却不知道找到他，大部分的风雨都是从他来的。这是笑话啦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结婚是一件其实很特别的事，为什么要慎重？是因为两个人家庭完全不同，背景完全不同，所有的观念不同，而且圣经上是说，你要找你的配偶来互补。互补是什么呀？互补就是绝对不一样，不然干嘛要互补？一样就不叫互补了，一样叫做相同啊。对，互补就是他跟你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比如说很好的互补就是什么？他喜欢吃肉，喜欢吃菜，你们叫一份，刚好你吃掉肉，他吃掉菜，对不对？这叫互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会说啊，你干嘛都不一起跟我吃菜？你干嘛一起不跟我吃肉？就吵起来了。可是分明就是要互补啊。那互补就会有磨合的过程，懂吗？你要互补，怎么先不是变成不是互打互骂，而是互补？你要去磨啊！你连吃饭都不小心咬到舌头，更何况一个跟你完全背景不一样的人，你要一起生活几十年。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慎重的找，找到那个就别换了，不然很累，磨那么久，对不对？最后再换一个，再重磨一次，你是人生有几个几十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恋爱这个制度，是因为你可以更认识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总而言之，为了你好，我们慎重，然后祷告，然后寻求，让神来引导我们。不然都遇到一些什么渣男渣女，人生你有几个精华的几年，对不对？
你不要再看隔壁，不要论断别人。好了，好了 ，OK。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用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啊，他们是寄居的，寄居蟹也是寄居的，跟那有关吗？好，其实从某个角度是，你看寄居蟹是背一个小一个贝壳走，他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啊，因为他知道他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其实在告诉你，这世上这东西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也不是好像就是剃度六根清净，这一切都忘却俗世，然后什么放下红尘，然后什么什么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问题是，你去出国去玩的时候，你是客旅，你还是很在乎住的品质吧，吃的。你反而出国玩的、吃的、用的还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伟霆传道很可爱，他的新衣服、新包包都要去国外用，哎，现在都没机会用了，辛苦了。好。你懂我意思，我是这种，我出国我都背比较破的包，因为我会东跑西跑，会弄到要塞啊什么的啊，他都用最漂亮的。那我说，我们就上次啊，我跟江牧师还有俊伟霆，然后我们去日本玩嘛，然后我想说啊，这个拿给人家摔的东西，你要弄那么漂亮的，然后说他不然他平常生活也没有机会要用好的，所以不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客旅，可是我带的包包不好，可是很好用的。就是好用，然后也不是不好，是旧的包包。重要的事情是你还是要在这世上过得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上次分享过恩典真理，恩典福音不是成功神学，但是就很像发射火箭，那个太空梭去月亮，如果偏一度就绝对到不了月亮。一度360度，一个圈是360度，360分之1的差错就绝对不会到月亮。事实上你听起来有些东西很像，好像啊，你都在讲成功什么，可是其实简单答案就是动机跟心。我们不用追求成功，我们追求耶稣，可是耶稣就是健康、成功、丰盛、荣耀，全部都有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信耶稣，简单说你有两个朋友，他们都生了某个病，然后呢A 去这家诊所， B 去这家诊所看，然后呢 A 去这家诊所一看就好了， B 去这家诊所越看然后越苦，然后越来越就身体虚弱，然后每天发抖，然后面黄肌瘦，可是瘦好像是好事，不就是越吃越胖好了，随便好。然后呢，然后就越来越虚弱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也不小心感冒了你也不小心生病，你会去 A 这个诊所还是 B 这个诊所？你 A 这个诊所看了就会好就好了 ，B 这个诊所是看了不会好，还越来越虚弱。按他们两个给你介绍医院，你会去哪一家？你绝对去 A 这家吧，绝对会吧。你们有自虐狂吗？喜欢 B 吗？那干脆不要去看，干嘛花钱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会去那个会医好他的，会使他更整全、更健康、更好的。好，那一个基督徒，他如果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朋友信耶稣之后越来越苦，越来越干瘦、苦难，每天在认罪，每天难过，然后每天家里的事都不做。我有见过。有些人他信耶稣之后家里乱到什么，他老公非常生气，他说这每天给我跑教会，我家里都不管了什么。然后那姐妹跟他谈，他说我这一切就是为了耶稣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。好吧，圣经上说你要照管你的家，对不对？当你信了耶稣，你应该在这世上做光做盐，包含你越来越好做光做盐呢。那是你要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父神。那个好行为当然是我们有爱啊等等，可是一样的是，我信耶稣之后我越来越健康，我越来越快乐，我越来越丰盛，我越来越愿意分享，越来越祝福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我跟肖牧师今天坐计程车来，而且有点赶，然后呢赶来那个说那个计程车司机好爱聊天，一直聊。我想说我那准备讲到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，然后后来突然间觉得我有问一下神，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有感动，好，那就陪他聊一下天，所以就变成是我有点顺便当他的心理咨询，他就一直讲，我就一直听，我跟他回答，还聊了一下。哎，搞不好他可能一直，你知道这工作也很辛苦，都没有人跟他聊，他就是每个人一个人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就是可以去帮助一个人啊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搞不好因为跟你聊一聊，最后就怎样？真实故事哦，有一个人他没什么朋友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他的同学更孤僻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既然没朋友，他只好跟那个人聊天，只好跟那个人聊天，聊一聊，聊一聊，聊一聊怎么样？然后过了10年之后的同学会，那个同学跑回来
跟他说，谢谢你当初跟我聊天，因为你那天拉着我讲话的时候，正是我打算自杀的时候。那是真实故事哦。那那个朋友纯粹只是因为他也没朋友，他只好跟这个更没朋友的聊天，你懂吗？你都不晓得，你就 我也不晓得，我就有感动跟这件人事一聊一聊啊，搞不好我祝福他没有在想什么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反正就是让我们的生活都是被圣灵所引导，让我们的生活是圣灵告诉你怎样就怎样，然后不是说啊，我现在准备讲到时候就不能跟他讲话，或者是啊，我就一定给得跟司机怎样，懂我意思了吗？让我们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然后呢，你要知道这世上不是最重要，但是很重要，因为这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必须是在世上才能够信耶稣。所以我刚才说的 A 诊所跟 B 诊所，那个人去 A 诊所看了病之后身体变更健康更好了，如果你来了恩宠教会，你变得更健康更年轻更喜乐更丰盛，这样子不就是在传福音吗？你根本不用讲，你根本不用讲，你朋友看你那样就知道了。你朋友看，哎，为什么现在容光焕发？你就不要讲，故意微笑。你为什么什么？那他会问你啊，他说：“我是怕我跟你讲，你觉得我在传教。”他说：“不要了，你告诉我啦。”哎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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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你告诉我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三次之后讲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就是说，是你不是。以前传福音好像是做业绩，然后你们常接到那些电话，推销电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动不动就很生气，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你不想要，他推着你要，对不对？反之，我们现在你自然活出来那个健康、强壮、荣耀，拜托你七十岁像五十岁，你五十岁像三十岁，你三十岁像十几岁，不要再小了，太可怕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家自然想要问你为什么啊？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啊，说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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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岁的阿嬷看起来多年轻啊，那个人他居然写那个新闻，那个新闻居然用阿嬷这个词，居然那个人跟我老婆同一个岁数，真是没礼貌。结果老婆比他年轻多啦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我们没有上新闻而已，呵呵呵。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人本来就会发现你身上有不一样的，然后他要来信耶稣，他会扒着你，你不用强制人家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本来圣经上就有那个应许，要有十个人拉着一个以色列人说，让我来信你的神吧。对啊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就会发生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在世上要过得好，可是不是追求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，所有有形质的就都会消灭，了解吗？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是我们在寄居在客旅还是可以过得很好，过得高品质却不奢华。OK， 好，继续十一章十四十五节，谢谢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OK， 好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发现，比如说好，我们可能在念书的时候，或是你在外地工作，你遇到挫折，你的父母可能很有爱的就跟你说，没关系，回家吧，家。真正的家乡，我知道有很多人家庭的功能一直没有那么健全或什么，因为其实撒旦一直在破坏。真正的家乡就是那个你可以安息休息，然后完全接纳你的地方，那是真正的家。天堂是你真正的家乡，新耶路撒冷与耶稣同在是你真正的家乡，那里完全接纳你。但是当然，这边在说的事情是，他们本来可以。去回去所离开的家乡，亚伯拉罕可以回去啊，他可以回去乌尔，他可以回去哈兰，可是他没有，他进应许之地。哎，他并不晓得应许之地到底是什么啊，没去过嘛。那时候不是什么高铁买了票就到，哪有这种事啊？哎，那时候光走，我们走几年几年，一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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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辛苦的。他们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可是他们选择持守，知道这一切是真的。你拥有的这一切，未来我鼓励你。地上的都要积财宝兑换在天上，然后为了耶稣而活，可是我们要过得好，荣耀上帝的名，然后人家才会来认识这位神。十一章十六节，请念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他们本来可以回去原来的家乡，他们也是家大业大可以回去啊，可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
你有一个更美好的假想。所以其实同时可以告诉你几件事。第一，这世上人可能不完全接纳你，不完全爱你，人都有限，每一个人都求自己好处是正常的。那句话虽然不是圣经，可是还蛮对，叫什么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虽然这句话不对，不是圣经真理，可是人每一个人真的都为自己，大部分人都爱自己，所以耶稣才会说爱人如己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恨自己，耶稣不会说恨人如己或是爱人如己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爱自己，所以同时每一个人都爱自己啊，资源有限，欲望无穷，就会造成这世界上很多问题。所以我必须跟你说，有一些应许真的不会在 地上实现，但是就算没有完全实现，亚伯拉罕也够丰盛了，你也可以在地上够丰盛。可是有些事情确实在天上才会完全实现。你想要一个完全能够接纳你所有一切的配偶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有，就是耶稣，那个是天上才会实现。你想要最完美的父亲母亲，然后他完全爱你，在地上也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他也是不完全的，他也是有罪性的。可是你天上的父亲是完全的完美的，懂我意思吗？有些事情在地上没有办法成就，但是光没有成就的那块，亚伯拉罕就那么荣耀了，你也可以这么荣耀，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。神是不是被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？神现在被称为你的神，神会不会以为耻？神当然不会以为耻，可是别人会觉得很好吗？其实这边提到一个见证的部分，你人家说啊，那个比如说好，那个你是啊，他是小明的神哦，那个小明都信那个什么耶稣，通常这样讲，知道后面就开始。哦，那小明那个姓什么耶稣，每次圣诞节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复活节，哦，每次叫他加班他都不加班，每次公司大家一起解决一个问题，说什么啊要去小组就跑了就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真的问过几个企业主，他们遇过这种，他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用基督徒了，真的真的，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周间活动很少吗？我们根本没有周间活动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你在你的工作卓越是很重要的，但工作卓越不是说所以你要被人家凹到爆，然后 都一直被凹，而是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好，荣耀神。简单嘛，哇，这个人信耶稣之后，哇，你看他业绩一直成长，哦，他一直升官，他一直加薪，哦，一直被鼓励，那，啊，你觉得人家会不会想信耶稣？啊，另外一个，哦，那个小明哦，他去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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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会哦，然后呢，哦，动不动每天就跑去教会哦，然后啊，时间哦，他还偷偷的六点才下班，他五点多就偷跑了，或者是哦，那个每次什么有什么事，大家要一起担的，结果他就找个理由就跑了。那你觉得这样很荣耀神吗？哦，那个什么小明，那什么上帝啊，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可是同时啊，我们话锋一转，还是要告诉你，反之又有人会说啊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这样啊？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们不是要彼此相爱吗？我相信我们恩宠教会弟兄姐妹比较常听到后面这个，就是被控制的这块。有人会用神的名控制你，我讲过嘛，对不对？之前我家施工有一个水泥工，他也自称他是基督徒，不是油漆工，油漆水泥工好，他说，然后他做的东西做得很差，然后我们就决定讨论一下，跟设计师讨论要扣他钱，然后就跑来指责我说，你们不是基督徒吗？基督徒要爱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就想跟我说啊，然后他以为用基督徒就可以捆绑我，然后叫我不可以罚他钱。我就说，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才这样对你啊！神是公义的神啊，你应该改变啊，你应该越来越好啊！既然你这样说，我们再多扣一点吧。我真的这样说，然后他就赶快去把事情做好，然后我们就给他钱。不是，人家会用基督徒控制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应该怎样啊？相同的。然后呢，神被称为你的神，你以为你这样子就没有给神的名带来羞耻？人家说啊，你看那个基督徒好好骗哦。那神被称为你的神，不是有点被看低了吗？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你不要因为基督徒你就被捆绑，被人家予取予求，好像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就随便人家切切割割这样。但是你也不要去欺负别人，我们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一个。你有你自己的专业，你做好你的专业，甚至有你可以帮助别人，这是一个平衡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你工作做得很好，哎，你还是有家庭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还是有各样的生活啊，你可以过着全方位很好的生活，那是神给你的呼召，他就会供应这一切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因为基督的名被人家捆绑辖制，但是也不要让基督的名受辱，让我们有智慧。那至于这样子，那到底牧师怎样才是有智慧？
我就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你。所以你需要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有爱你的人，你需要有团契，因为这些人才能够跟你分享你生命的东西。牧师一天也只有24小时，我们睡得已经够少了，然后呢我分给每一个人，我们分给每一个人的时间之后，我们根本就，我如果要完成每一个人的需求，我就不用活了，我就不会完成我的需求。可是我一定要爱我自己，我有我的需求。所以每一个人必须你知道，你不要被，特别是我们当中是领袖的弟兄姐妹，你也要知道你有你的生活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领袖，然后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把他当成垃圾桶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倒垃圾，一直讲。哎，人家有家庭生活，人家又有工作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知道该咖就咖，那是一个界限的部分，让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，懂吗？不要让人家说啊，你基督徒，所以他就可以对你予取予求，好吗？好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美好在预备着。其实我在这个世上看到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朝向末世前进。你知道有人说啦，当然这不是对的啦，吼，有人说2020年就是七年大灾难的起头，绝对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还在这里。如果是七年大灾难的起头，你在2019年12月31号就会被提的，懂吗？我们是灾前，会真的会灾前被提，因为罗德怎样我们就怎样。我现在其实超喜欢罗德，因为罗德真的没有很强，你知道亚伯拉罕蛮强的，你要跟他挑，你要打亚伯拉罕的水准，你不一定做得到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献以撒，没有几个人献得出来的，真的。可是罗德吼，应该不会比他差吧？哎，这好骄傲。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有两种艺人啊，对不对？有两种艺人都可以消水肿，但是好了，有很多种艺人都可以消水肿。好了，亚伯拉罕是艺人，罗德也是艺人。罗德怎样？圣经不是说罗德日子怎样，而是说罗德再怎么被救出灾难里头，我们也会怎么被救出灾难里头。如果七年真正的那个七年大灾难要开始，我们真的就直接被提。罗德没有出所多玛就不会毁灭所多玛，我们没有被提就不会开始进入大灾难。但是所谓的大灾难是那七年的特别的灾难，可是大灾难前面就很像生小孩那个阵痛，不是生小孩才开始痛，前面阵痛是比如说现在隔一个小时阵痛一次，后来变隔30分钟阵痛一次，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这些灾难会越来越多啊。现在可能比如说隔3个小时阵痛那种阵痛，好，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说这七年大灾难的第一年，诶，那也没有多大的灾难啊。七年大灾难是要死1/3人，再死1/4的人呢，欸。哎，1/3人死掉，全球多少人？1/3是20几亿人死掉。哎，你现在全球连患新冠肺炎，全部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字啊，不是死掉，是患病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才这以1/3的人死掉这个来比起来，这个算什么？以1/3人死掉要有多大的灾难？所以这个叫做灾难的起头，这叫做前面的阵痛。而且，其实。有人说啊，是不是敌基督已经在世上？有人有啦，我们有听到一些消息，有犹太拉比说他已经见过弥赛亚了。通常这样说的那个不是通常，那个绝对不是真的弥赛亚，对不对？因为下次耶稣再来，就是我们在云里相见，然后他真正他去荡到地上，就是末日，就是末日那一天，懂吗？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的那一天，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，然后就直接进入千禧年。所以他现在看到弥赛亚。有可能就敌基督啊！如果敌基督已经存在这个世上，大家知道敌基督吗？我们有讲过，如果有兴趣去 Google 恩宠教会空格末日之类的，敌基督是一个，敌基督这个字不是敌对基督，是替代基督，他假装他是基督，所以如果这个人已经在世上，那这世上末日开始还要多久了？但是当然了，也不一定就是那个，因为其实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人都自称他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是谁。好，11章17节，请念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希伯来书11章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相信，被试验的时候，就献上以撒，他是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哦，他也没有欢喜的献上他的孩子，他其实后面的经文请念好，11章19节，请念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在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把以撒绑起来，
然后他拿刀要砍下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？他想的是，我真的把他献祭之后，以撒还会死而复活。后面刚才念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他是很痛又很欢喜的领受这个应许，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经文的所结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相信神喜悦他，再来他信神赏赐他，就算遇到他献以撒，他心里面不是悲苦的说，这从什么上帝啊，还要献以撒，哦，我一百岁，就用台语讲，你们没一百岁再生，那真的啊，他真的是他爸啊，所以他这样讲没有讲脏话啊，对不对？一百岁才生的小孩啊，现在我养那么多年，要献以撒，这什么上帝啊，又不敢讲，然后很生气，然后带着苦毒去。没有，他是很兴奋的，可以杀自己儿子，不是啊。他是知道我献上这一切是因着会有更大的赏赐，我会经历死而复活，我会经历应许成就，因为他已经对神那个信靠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还好不是亚伯拉罕等级才会被提，是罗德等级就会被提哦，甘霞柱，不然我说真的到底有几个会被提。所以你知道有所谓什么得胜者被提论，就是你要做到这个，像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棒的得胜者，然后要得胜者才会被提，哦，那太可怕了，感谢主，还好有罗德，谢谢你，他是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可能看得到，谢谢主耶稣，请帮我跟罗德说谢谢他，有他帮我们，就很像你知道吗，小时候功课不是那么好，还好有那一两个垫底的，懂吗？讲个笑话了，有一群学校在选校花，他们学校是投票选校花的，然后啊，后来有一个女孩子当选，可是她却不是全校最漂亮的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她很有说服力，她就跟每一个人说，每一个男特别是女生说，哎，你们去叫大家选我，然后呢，其实每个都比我漂亮，然后呢，等我选上之后，过了20年，你就可以跟你老公说，我当年比校花还漂亮。懂了吗？这个女生是不是很聪明？我当年比校花还漂亮。哎，对啊，是真的啊。所以啊，只要有人垫底就好啦，谢谢罗德。好啦，我不说罗德垫底，只是说罗德都可以得救，你是怕啥？感谢主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就是恩典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罗德是怎样？人家要强暴天使，罗德就说什么，我两个女儿给你强暴，应该是放开那两个女孩我来才对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是把自己女儿推出去呢？而且罗德是渐渐挪移地界的，而且罗德真的不敬老尊贤啊，亚伯拉罕是他属主，他带他出来给他这么多好处，然后他的牧人跟他相争，然后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你小辈让你先选，你还敢选比较好的？你知道你信不信亚伯拉罕如果选索多玛那边，罗德他也不会堕落到索多玛去，亚伯拉罕也不会堕落到索多玛那一区，他就没事了。结果最后你出事，还要你叔叔来救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，这个、时间点有点错。反正我的意思就只是告诉你，罗德都这样了，你都别惊啊，这是恩典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要只是及格就好？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及格就好，像我以前学校就是先能够过就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跟永恒有关的，永恒不要只是及格，能够上天堂是恩典，但是你还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然就亏太大。你是不是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现在做很多业务工作或是什么，特别是现在渐渐开始要朝向过年前进，现在的考绩影响着你的年终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都会表现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就是有等价的，对不对？等领完年终之后，想离职的离职，想休假的休假，对不对？现在都要大家都在盯嘛，对不对？年底打考绩也没剩几天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考绩不好的就送你一只考绩，考绩好就很多个月。好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，你真的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要只是打平就好。打平就好就是你还是有薪水，可是没奖金啊，那不是很弱吗？年终很重要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欢喜领受应许的亚伯拉罕，他领受这个应许，他知道一定会成就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说以撒，从我的以撒要生出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所以我把它献上也没事。他对神的信心是不是靠我的行为，而是靠神的恩典可以经历这一切，
神一定会赏赐我，所以我感谢你这样。你这件事你很难啊，但是你是不是对于神喜悦你还有他真的会赏赐你这么确定？哎，他不是因着我就是要顺服神，他是知道他有一个应许他才献上的。十八节提到，因为论到这个儿子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懂意思吗？意思就是我就算把以撒献为祭，他会复活一个以撒给我，因为神已经说以撒生的才是。所以你懂意思吗？他是因他为什么可以欢喜领受应许，他为什么敢欢喜的，不是说杀儿子很开心，而是他欢喜的敢因着这个应许献上以撒，是因为神说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有一个电影，我看到一个电影，就是他知道他这辈子会活120岁，那时候才30岁，所以所有那种冲锋陷阵的，他就是打仗就拿枪冲出去，反正怎样都不会打死我，因为我活到120岁。然后呢，什么危险的工作他来，然后成为什么战争英雄，什么什么什么英雄，因为反正他会活到120岁，因为他确定他会活到120岁。好，亚伯拉罕确定以撒生了才成为他的后裔，这个以撒如果杀了献祭了之后再生一个，那个也不是以撒，所以这一定只剩一条路，他认为是死而复活，所以他就相信了，这就是信心。可是这个信心的背景根基在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刚才读到11章6节，你相信神，所以神喜悦你；第二，你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对神的本性了解到哪里？你知道他无论如何都爱你，而且对你有美好的计划吗？亚伯罕相信，就算以撒被杀了，你知道献以撒比他自己死还痛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100多岁了，我够本啊，回去有什么？我这个才刚开始，他的美好人生为他预备那么多美好，结果你要我献以撒？可是他知道他会，他以为他会死而复活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是不是你对神的认知影响你的获得啊？要怎么收获，先怎么看耶稣啊？你是不是真心的知道这个神对你无条件的好？但是当然有很多事情他要你配合他一起做，让那些事情成就在你生命当中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东西解决了，那个祝福水流就很流畅的过来了。所以知道我意思吗？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。哎，我们刚才11章18节没有念到，所以我们补念一下来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所以你会发现11章17节提到他为什么可以欢喜领受应许而且献上儿子，是因为他抓住了，反正神以前说过啊，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后裔，所以我献以撒我还是会有以撒的后裔 以撒现在又还没有，还是说等以撒有生小孩之后再把他献祭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带着一个盼望去做的，因为他知道神喜悦他，赏赐他，懂了吗？这才是，不是说他这个信心还是很大，可是不是说他信心很大可以献上以撒这么了不起，他是抓住一堆神的应许，所以他敢献上以撒，因为他知道神喜悦他，赏赐他，懂了吗？好，11章20节请念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以撒在老的时候，他为他的儿子雅各跟以扫祝福，你发现雅各排在前面，雅各其实是弟弟，可是因为神拣选了雅各，在腹中就拣选了雅各，可是雅各还要自己抓，一直抓，雅各就是抓，然后就是骗，然后一直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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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神已经要做了，人的问题，要么不理神，要么一直做，要么想要帮神。他爷爷也是啊，亚伯拉罕他想要帮神，所以他去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不用啊，不用帮神，神会做啊。要安息啊，安息让神做工。很多时候你安息下来让神做工，但是当然啊，其实大部分的问题，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你会一直抓着你想要的，因为你认为那个好。你说神，你一定要成就这个我才相信你爱我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，你一定要让我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未来你这样抓住的东西，有一天你会跟神说，上帝你跟我把他带来给我，是你要的好不好？你懂吗？是真的是这样啊！我们刚才讲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要找到跟你陪度过这一生的风风雨雨，结果没想到绝大部分风雨是从他来的。你知道，当你坚决抓着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比神大，对不对？你坚决抓住某个东西，大过上帝的想法，它就比神大啦。
比神，神是神，比神大的是不是也是神，还更大的神，那他就是别神啊，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啊，分明其实他可能就是，可是你非要他不可的那一刻，反而害了他也害了你。你放下来搞不好神可以，搞不好让那个爱情自然发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在做婚前辅导或婚姻辅导或是感情辅导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说我一定要升到副总，我一定要拿下这个案子，我一定要什么，没有啊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可是神不一定要用这个房子、这个价钱、这个案子、这个职位来祝福你，可是他就是要祝福你啊。对啊，我一定要买这间房子，你确定你要吗？如果告诉你明年便宜200万呢，哎，有没有这种例子？多的是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有人预备啊，就是要抓住你，坚持就给你啊，结果过一年埋怨上帝，上帝为什么不叫我今年才买便宜200万呢？哎，去年说你非，你自己说你非要，我已经跟你讲，你又不相信，我每天跟你讲，你都不祷告，你也不寻求，给你做梦，梦也没有解开，你也没有听香香牧师的那个解梦系列。没有，这神不是这个声音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重点，是讲话的方法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神说了一次两次，他都没听见，只好给他做梦，对不对？就给他做梦，还都没写下来，他是要怎样？那你告诉我要怎样？要我买广告写小明，你不要再买，你千万不要买那间房子，明年会跌。我是要买一个广告写给你哦，是不是？有一个笑话也是真的啦，是这样啦，有一个基督徒在洪水泛溢的时候，然后就浮在水上，然后呢就有一个救生艇哗哗哗划过来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赶快上来！”那个基督徒说：“我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救我的，我不上去。”然后那个消防员就好吧，我去救别人，他就开走。后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快艇开过来救难快艇，哎，赶快上来！我是基督徒，神一定会救我的。他想啊，这口笑哎，好，先去救别人。后来到最后，所有人都救完了，就是那个直升飞机已经开来了，然后那个救难人跳下来了，要抱他，说不要碰我，你不要妨碍我的自由。他们然后怎样他都不要，然后最后那个直升飞机只好飞走了。最后这个人体力不支淹死在天上，他开始埋怨上帝：“上帝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怎么相信你？我不依靠任何人，你为什么要让我走在水面上？”上帝说：“啊，是要怎样？我已经派了交筏、快艇、直升飞机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是怎样？每一个人都要走在水面上哦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就是想要，很多时候，你懂吗？为什么我可以指定神怎么祝福我啊？如果他是神。”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人，我非要这个男的，我一定要嫁给他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全部的他吗？你坚持一定要这个，你确定这比较好吗？除非你相信其实你比较认识，应该说你认为你一定要这件事，你一定要这个房子，你一定要这个职位，你一定要这个人，你一定要这个男的，一定要这个女的，你一定要什么，哎，你有神的全面跟看见吗？除非你认为神会把好的暗扛，神自己要跟他，神不要你跟他，不是这样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就觉得你非要不可，其实这里面就是假神啊，因为你认为你的判断比神高，比神大，因为你认为上帝会把不好的给你，或是你认为上帝会把没那么好的给你，或者是你认为上帝都会好的自己收起来，因为你可能受很多伤害，你以为你的从小你父母是这样的，也许男女不平等，对，好的都给哥哥，然后呢，赐好给弟弟，我都是剩的。周成柱牧师在台上说过嘛，我从小觉得哥哥是心肝，妹妹是宝贝，我是盲肠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去问他哥哥，哥哥可能觉得我从小觉得弟弟是心肝，妹妹是宝贝，我是盲肠。人都会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被爱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同学会，你才发现你一直以为你功课很烂，没有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功课很烂。那个第一名啊，都觉得你看。你以为我功课很好，结果我后来考到什么学校，我都是全班最后一名。对啊，你懂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可以活在一个安息里头。我不是说所以你就不用念书了哈，也不是说就不用努力了，而是让神引导你。你要知道神已经做成这一切事，而且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如果神跟你说不要，你硬要，那你就准等着痛吧，真的会很痛。只是那个痛。还是有神的怜悯，你知道光你可以硬要这件事也是神极大的恩典跟怜悯。我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，还可以硬要，还可以，我
神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都让你可以选了，你可以选要或不要。你知道光他可以选择不要耶稣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句话听起来，如果只听这句话很恐怖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人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创造主为你死为你复活这件事，人可以选是极大的尊荣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选择，哎，创造的主为你死，你还可以选，好荣耀哦。问你就是选，你如果选择不要，你就要自己付代价。你可以不要，你真的可以不要，但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。但是我信耶稣却是让耶稣来为我付代价，赞，哪有这么好的神？向来都是老大带小弟，出事小弟扛。问老大带小弟，出事老大扛，还有这种事，这么好的老大，赞，这叫做恩宠堂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混哪里了？是不是？就靠恩宠，靠上帝，好不好？好，以撒因着信都指的将来是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被拣选，他不用自己抓住。以撒的特点就是很棒，以撒就是一个顺服在神面前的人。他爸爸，他知道他爸爸要献他，他还是背柴一起上去啊。他就，然后呢？好，就算以撒五岁，你以为抓住一个五岁的小孩很容易哦？他想逃命，你抓不住他，那么小一个钻摸住他，会哗哗一下就跑掉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小孩很会钻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他就在那边给他爸爸绑，然后那个，哎，他爸几岁？一个100多岁要去抓一个小孩，他追抓没抓到心脏，对不对？就最后是献亚伯拉罕，不要吧。后来上帝那边说：“弄错人，不是那个年轻的那个，不是、啊，他就已经死了，顺便。”什么跟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了解以撒真的很特别，然后他就生的一个儿子雅各就一直抓，然后另外一个毛很多、圣经上说的、以撒 毛很多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对啊，他就那个，他冬天比较不怕冷啊。你平时你要穿毛裤，他本来就有毛裤啊，对不对？腿毛就可以防冷，是夏天很痛苦而已。好 OK 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真的很特别。神其实对每一个有特别的拣选。然后雅各他终于有一天放下来，他其实进入他以色列，他被改名叫以色列，然后他生命完全的不同。其实你可以自己抓，你想要像雅各抓，可以啊。你看雅各受了多少苦，你知道雅各听他妈妈的话去骗爸爸这件事，他终身没有再看过他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他跑路了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他妈妈了。你要自己抓就会这样啊。我宁可，我们可以学习像以撒一样啊，我就是接受。可是因为当然了，以撒的爸爸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除了那少数几个软弱，他活出了整个见证。他从小就在一个这么珍贵被爱的环境里面长大，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。他是家中的宝贝的独生子，当然有一个哥哥以斯玛利，可是他就是被爸爸妈妈捧在手心，然后而且那种又不会是溺爱，因为亚伯拉罕跟莎拉他们都已经改名了，他们原本莎拉是要莎莱。莎莱是女主人，莎拉是小公主，所以她妈妈那个控制性啊，那些东西已经，她妈妈不止，你知道莎莱她是控制亚伯拉罕的，她叫她老公去跟夏甲上船，上床，不是上船，那个没有坐船，好上床，她就去了耶，是老婆，然后就去了，是这样的耶，可是她被对付生命，所以她变成莎拉，亚伯兰原本是亚伯兰，后来变成亚伯拉罕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的将来的是给雅各以扫祝福，你知道雅各就这样一抓一抓，他这一生就在抓，直到神的时候他被改变了，他真的进去那个命定里头。但以扫都一直没有什么戏份啊，都是演坏人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以撒一开始就，你看到他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这样珍惜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所以可以造成他这样也是很对，而且是两个生命被对付过的爸爸妈妈。但是你可能会觉得，可是说以撒可以这样啊，啊我不行啊，因为我家我爸怎样，我妈怎样，我哥怎样，我弟怎样，是没错啦。可是上帝的公平是什么？上帝的公平不是起跑点的公平，不是每一个人拉一条线一起跑，是他给你的什么环境。假设有一个人，他像以撒一样，爸爸妈妈很好，然后他其实他还是有他的痛苦，他哥哥应该不大喜欢他，会弄他。合理嘛，因为你抢走了我一切荣耀之类，可是也还好。好，约瑟更痛苦嘛，被哥哥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约瑟可以走出那样的道路。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，你的生命可能不一定很完美，
不，应该说你的生命绝对不完美啦，你的父母也不可能完美，但是你要看的是，我因为这样我可以很糟。你为什么想要选择让自己很糟？你应该是觉得说，我现在在里面我可以重新开始，我爸爸曾经这样，我妈妈曾经这样，我哥哥这样，我弟弟这样，但是我可以重新开始。但是上帝的公平是这样的，不是比如说好一个人，假设他真的非常的 OK， 他生出来他就已经80分了，他这一生最后活出95分的生命，他的奖赏是15分。你呢，你可能假设了好小明的爸爸吸毒，小明的妈妈卖淫被抓去关，小明从小跟爷爷长大，然后爷爷又好赌，然后呢所以动不动就被虐待，所以他生出来就负20分负50分，所以他现在最后他信耶稣生命改变，他只有15分。看起来那个人95分他15分，就一个非常属灵的95分的人，一个15分的就是一个，那你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还抽烟，哦，你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还这样，你一个基督徒这样，可是小明他原本负20分，他到15分他进步了35分，前面那个人80分到95分他进步15分，奖赏是小明比较多，他有35分的祝福，那个人另外那个人只有15分的祝福。可是你在世上看起来，哦，属灵领袖超棒的，爱老婆爱家人， 生命好，全方位都好，身材也好，哎，其实大家很在乎有些时候的，啊，长得帅，男的高富帅，女的白富美，就是这样，那你觉得那很了不起？那是世上的价值。神看的是他进步多少，不是起跑点的平等，是神的审判，多给的多要，少给的少要。所以你不用觉得我跟他没得比，不要跟他比。但是小明要做什么？我信耶稣，我已经知道无条件的得救了，我已经知道神无条件的恩典了。那么，我去年的我一天抽两包烟，现在我两周抽一根烟。你要继续往那个倚靠神而越来越像耶稣前进，懂我？我只是举例了哈，懂我意思吗？你的家庭不一定很好，可是神不是。首先，难道小明的爸爸吸毒，小明的妈妈做这些事情是上帝的错吗？是他选的啊。那可是小明要承受他爸妈的错带给他的问题哦，对不对？小明有何其无辜，他出生之前什么事是他干的？可是他出生的时候，他妈妈就已经做过那些事，他爸爸已经被关了，他只好跟爷爷啊，爷爷好赌，干他什么事？他承受这一切不公平啊！所以上帝的公平，有些人就说上帝你不公平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可是上帝的公平是最后审判的时候的公平，奖赏的公平，得救的部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那一切的问题，罪、定、罪、诅咒、疾病、死亡。可是奖赏的部分就是看你了。可能别人觉得你信耶稣那么久，你怎么还这样？你信耶稣那么久，你怎么还在讲脏话？你信耶稣那么久，你怎么还这样那样那样那样？可是殊不知你在主里面进步那么多。可是你自己知道，有些时候你知道你可以选择，有些时候你知道你可以靠着主的名抓住耶稣改变这个环境。你知道以前的你如果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，不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？现在的你会怎么样？没有听过那种吗？那种电影啊，如果是十年前遇到我，你现在已经这么高了，什么这么高？你坟前的草已经这么高了，你懂吗？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啊，有一个未信主的人去一个村落，然后那个村落都信耶稣了，然后那个人说，哎，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落后，在这个村子里面，然后过这种生活，哦，哪像我们城市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啊，你看你们这些耶稣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啊，旁边那个人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十年前来，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午餐了。他们是食人族，你知道吗？还跟我讲这些嘞。所以啊，生命的改变，人家看不出来，人家不一定看得出来啊。你自己知道啊，你是跟神交账的啊，你当得礼在神那里。很多人会认为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，为什么你那样那样那样，每一个人可能会这样，可是 so what， 他又不是全能的神，我很在乎他怎么看吗？我们实在太在乎人家说的话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非洲一个不知名的国度，一个小小的村子里面的几个小黑人凑在一起说小明穿的衣服好丑哦，你会在乎吗？会在乎吗？你干嘛在乎啊？对不对？他又不能影响你。好，
可是是那个公司人说的，他说我不好，他说我不好又怎么样？他能把你怎样？而且他也许可以把你怎样，他就算可以把我怎样，那又怎样？我有上帝啊，那又怎样？现在不是奴隶社会，我一辈子不能逃，我可以离职啊，我可以改变啊。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抓住神越来越好，让他们羡慕啊。这就是不同，我们的生命现在在完全不同的层次里头。要把眼睛闭起来，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真的是回想到你过去一些事情，一些不公平的，一些伤害的事情，但上帝要对你说，我爱你，我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我可以把那一切变成祝福。那一切的造因者，使这一切发生的并不是我，但是我要把这一切的悲惨变成祝福。我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第一步我让你相信耶稣，然后义人的日子就会如同黎明直到正午，越照越明。你要看见在我里面你越来越好，长线的越来越好，也许偶尔还有一些软弱，但是你会越来越好。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会越来越好。在天上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当初我靠着耶稣胜过，我靠着耶稣改变的那个行为，我靠着耶稣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心里面有极大的改变的这些事情都有极大的奖赏。有人拿你跟别人比，跟你的旁边的人比，但是上帝要对你说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你是独特的存在，我看你是我最珍贵的。我看到你生命不断的成长，我看到你生命越来越好，你胜过过去的自己，你不断的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你不断的依靠着我，越来越像耶稣，大有盼望，你有极大的奖赏。祝福这里每一位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来，我们来做信仰宣言，我们打从心里来念一次。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他胜过死亡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，因他流的宝血，我大大得福，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，我永远脱离疾病、灾害与死亡。耶稣如何，我在世上也如何。好，请闭上你的双眼，打开你的双手，领受本周的祝福。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要今天我们何等幸福，何等荣幸在这个地方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已经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极大的工作。主要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我的罪，解决了我的罪、定罪、诅咒、疾病跟死亡。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你已经被神喜悦，而且你要信他赏赐你，他愿意赏赐你。我们今天看到亚伯拉罕就是因着知道神应许的赏赐，所以他敢献上以撒。你也可以继续成长，甚至于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献上你生命中的以撒。主要是，但是我不是靠这一切称义，我是靠着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。谢谢耶稣成就这一切。主要你用亚伯拉罕的祝福来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要你用哦那个亚当之约的祝福也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，用挪亚之约的祝福来祝福这里面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特别用新约的祝福来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居首不居尾，在上不在下。我们要看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在这个恐惧的时候，我们却是平安的、喜乐的、得胜的、荣耀的。然后会有很多人拉着你说，拜托你让我来信你的耶稣吧，拜托你来让我来认识这位神吧。你可能以为我怎么可能在那么大的黑暗里，一个小小的光就非常亮，你就是那个小小的光，因为里面有耶稣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继续来祝福我们。主啊，生命就是帮助祝福我们，手所写的，手所做的，我们牲畜所下的，我们牛犊羊羔都蒙福，我们的手机也蒙福，我们手机上传下载也蒙福，我们电脑所列印出来的也蒙福，我们签的约，我们写的文件，我们报告各样的事情都蒙福。祝福这里每一位，无论你是学生是上班族或是家庭主妇都蒙福。是的，你所做的每件事都要蒙福。保守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
主啊，你继续来做成这奇妙的工作，愿我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和交通场中的准备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大家一起说阿们。好，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，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，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，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。预备好了吗？等一下我说一句，你跟我说一句哦。如果可以，你可以把眼睛闭上，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，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，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要开始咯。好，那我说一句，你跟我说一句哦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邀请你，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，住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做我生命的主。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的过去，我的过去都交在你的手中，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，那美好的未来，很美好的未来，也在你的手中，也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圣灵，亲爱的圣灵，请你现在来充满我，请你现在来充满我，来引导我的一生，来引导我的一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相信你为我死，我相信你为我死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为我复活。又为我复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差遣了耶稣，谢谢你差遣了耶稣，我所有一切的罪，我所有一切的罪，定罪，定罪，诅咒，诅咒，疾病，疾病，死亡，死亡，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回到你的家，我回到你的家，我是有父的人，我是有父的人，我是有家的人，我是有家的人，我大有盼望，我大有盼望。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，阿们。